哎，我的那个嘛，几万彩绘来了。我是刚刚联合党的813年5月17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哦，刚好17:28左班车是土象山开往象山的，以及开往淡水的。这边是马吉马彩绘。2022年度的马吉马彩绘，刚刚先刚刚的时间哈，开往象山，关闭车门，拜拜，我们要回家，要看到这台，我们开心了吧？好，拜拜，139次哦，我的马吉马高音那天有刚刚的时间哦，在台北站已经16:17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好，以及刚刚我的大喊麦来了，看我淡水捷运已经16:16，好，再见，就这样，拜拜。5月17号台北车站台车。